南都娱乐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马上要出自己的第二胎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期待，多多支持，真的很棒。我更爱我粉丝的造型。第三句学习到技能就是翻盘吧。哦，翻盘了。吉卡第三季的香港那期早上就已经翻了几个盘了，对。哦，这是上次快乐大本营。就是一般要不就用就一般的那种照相机拍，要不就是用特别的照相机，就是软件啊，软件我说的是。呼吸更难，吻戏更难，都难。非常好，极限挑战，你说极限挑战？对。极限挑战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非常照顾我和照顾所有的客户，所以我很幸福。我骄傲，因为我是个中国人。我爱你。